位于新北市的三峡老街，创始于18世纪时期，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岁月。于西元1916年的时候，传统街坊逐渐改为欧风巴洛克装饰，融合了西洋风格以及日式纹路和汉人的文化建筑，营造出了台湾老街特有的文化风情。三峡老街全长约260公尺，一路上连水沟盖都精心雕琢，再现老街古时期的生活场景。三峡老街于民国初期以揽业为主，现在则是台湾知名的文化旅游景点，重温台湾古时文化的必逛老街。三峡常福岩就是大多人称呼的三峡祖师庙，创建于1769年，已有251年的历史。精美的庙宇雕刻与彩绘是由画家李梅树主持，花了30多年的努力，再现了三峡祖师庙的荣耀与信仰中心。如果想要在台湾安排一段轻旅行，三峡老街与祖师庙会是一段充满台湾人文风情的回忆旅程。